没有时间了哈，我再抽一个足迹，讲足迹就休息了哈。我要念啊，足迹很重要哈，因为足迹练习最重要。那我要讲采药会讲给你听，因为我在一节课会讲一个这个九短，因为九短我练过的，我把练过跟这个讲的结合起来，你们会更清楚。因为有练过来讲这个话，跟没练过讲是不一样的啊。因为我练过之后，在道场闭关的时候我练过了，所以来讲这个是真实的东西哈。好。我们先看一下哈，这个先天之道，男童女八宝七珠血合金，男子八宝，女孩子七珠哈，男孩子血，那男孩子是金，女孩子是血，还有长期长生，短期短命，左手功夫是呼吸为先嘛哈，那万年来临来万六万年来就是林爽妹哈，清修一旦恩护名，因为我是愚昧啊，本来林爽要被人愚昧的哈，那逐级做法，我们把它这样。已到足迹的今日呢，无仙呐、啊、欣喜诸子，外公做的已经很广大了，三师也做的很多了，但对家事也已经安置好了。三个要素就是你的财有了，你的法也有了，你的伴也有了，都要齐备。那对于你练心性的功夫啊，平常也做的非常的纯正，而且人人在镜中也没有什么杂念的，因为平常还要打坐啊，他没杂念。足迹要怎么样做到身中有千变万化之境，事而都无害怕。你们有没有遇到这种现象？打坐看到千变万化，有没有千变万化的境？有的话，那都假的哦，那都假的哦，那这都你都不能事而害怕哦。虽化泰山崩于前，压在我身体，也不能去害怕哦。因为你在打坐的话，四神会干扰你，会千变万化出来，你不能怕，怕的话就是被它影响到。我以前在。闭关的，我以前在休息，有这个现象，化作那个野人把我抓起，丢在这个海，这个走到山上，丢到这个大海里头，我都不怕。还有没有看到白虎？那个虎在我面前有虎的声音，我在打坐，虎声一直在叫一叫，然后我也不怕，然后一直念心经，哐，我把它冲过来，那我也不怕，冲过来就冲过来，念阿弥陀佛，就又消失了。这个都是四神的变化哈，因为你要把修行圆成之前，四神会先变化，所以你要看哦，做到身中有千变万化之境，事而都无害怕。虽化泰山崩落，压在无声也不怕；又化刀枪之境，有人拿刀子说我欠他命，要把他杀，我也不怕。我说那我欠你都还你吧。又化刀枪之境，意都不惊，心意永无乱动，一心守全窍，知道吗？一心守全窍，所以在境中死活要不管他，任其自然。如果你一惊动一下完了，你会出问题了，因为你有害怕，他四神都干扰你。一震惊的时候，他出来的变化了哈，所以要了解这个修行不是那么容易的哈。那心力永无乱动，一心守寻常，所以静中时候不管它，任自然。这就是你初步练心性的功底，得到自然健全的效果。其实修真学到还丹很容易哦，还丹的时候什么还丹？一下就还丹了，一时就可以还丹。一时，然后你养兵千日再怎样？养兵千日再一下，一时还丹是一时，但是期间的打坐要多久？好几年，好几年的，心性好几年，足迹好几年了。他炼丹的话，一刹那就起来了。但我会把这个过程讲，我会跟讲给你听哈。所以说要了解说，我们呢要修行的练心性功底，得到自然全效果哈。所以还丹很容易，练心性之功最难，对不对？因为练心性功夫，比如人生在造屋一样，要什么？造屋以前要筑什么？筑地基。初造屋的话，若没有先筑地基，以后要叠梁啊，上梁筑屋啊，这很难的。所以，比如筑地基得坚固，日后资历积满的话，才要备足。要预见平阶或者三层或者五层，都有人的愿力的希望。资料若丰富的话，你进到途中自然就不会停工，会有天量的失败。因为有困难之处，所以呢，练心性者叫做足道基，心性者是啊还丹的基础，做仙佛的来源。新的功夫呢，若得了健全呐、啊，在修学中途中，虽遇到千磨万难，而心境亦不迁移，一路的增进。所以在闹动之中啊，受世事的渐渐刺激，又逢万般考审，而能心无乱，心无变。又能忍受看淡俗世虚情，能若抱此心智的话，而进行修道，成为道的资历、道基的资料，如此还丹则容易贯通。最近蔡老板就一直考考考考，他有没有变？他没变。张嘉玲这次我被考验最严重是两个人，这几年来就第一个蔡老板，第二个张嘉玲，
但是在考的时候，我想你心智不变的话，你要以后要修都很容易哦。这个考试成就你的道志哈、哦，这是练级的一种逐级练级的功夫。所以外功呢为善德多作，自然你才要丰富。所以你欲登初乘人仙，或者中乘地仙，或者大乘神仙，上乘的天仙，或者最上一乘的金仙，这个五乘就叫做五等。好，我们有哪五个仙果位念一下？第一个是什么？人仙、地仙、神仙、天仙、金仙。好，要记得哈、哦，这是我们全天仙中要了解的，是由的信愿行而证的，依人的功德而分的。登持五等仙果，是练心性功夫健全，遇事能看破忍耐。不止心性妄动而发无明火，可以说你达到基础坚固，对度己度人之事或善事亦有广积善根深固，乃是有大德的人，而可能就可以得到这个大道，上天就会给你了。为何先分为五乘五等呢？因为呢，初乘是什么？大声一点，炼精血化气，使精血怎样得什么？但是他外公怎样？叫做什么？人仙。人仙可以长寿，可以长寿。好，但人仙可以长寿在人间，但是他外公啊，外公不够，他可以长生不老一些，就是活得一百多岁的都很好。然后呢，中正怎样？炼气阳。但本性有没有阳明？未明真明，所以有没有变化？哎，所以你第二个就是养神了，养神到还没有变化到地仙。第三个阶段。炼气怎样？本性老明，而有神通变化。就是说你打坐中了，你这个神呢会跑出去变化的，你会才变化的。那时候就是你已经修到的，已经到大乘了。在上乘是怎样？炼十化形，千百化身，精百数年。十数年的热气烧过。所以炼丹一定要十数年的热气哦，十几年的一直烧到全身的筋骨、皮肤、脏腑都没有半点阴气，这在什么大温阳而得之功？我现在还没有得到大温阳之功，我现在顶多有时候会到的中乘跟这个什么中乘跟上乘，我顶多在这个之间，所以有时候神会出去，有些也会化，没有错，但是这个就没有办法，因为这个药经过还要再烧。所以这个还没有办法，好，所以这个还有最上一层最难的是什么？炼神还虚，炼虚还我，以道合真，一性圆明，万古长存，无惧无来，佛之大觉之先者，即此果也。对，那这个果最难的，哦，这个果来讲的话，你一定要道的跟与道合真的。哦，你这个跟这个宇宙合一了，好，那这个总要内国外功要具备，才能登持功。啊 ，cross 按一下蓝色 cross。啊，佛又有五乘的分别，哈、哦，佛的五乘一人乘是舍五戒，杀盗而不妄，生人道；天乘呢是修上品十善，就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、不妄语、不两舌、不恶口、不取欲、不贪欲、不嗔痴、不愚痴，这是不犯这个十条，哦，这个叫十善。十善就给反之为十恶，若手指上十善不脱乱，则身为天长为天神。三声闻乘呢，就是听闻经典的修法，独善其身，自悟四体理，四体要苦集灭道，彻明苦集灭道而断四体轮回，得阿罗汉果。我们刚才讲过了，知世间是苦恼，集成烦恼啊，万境转不辞，有生必有灭，悟此大道真理而修炼本性圆明是也。第四个叫做圆觉乘。因为这是观十二因缘而生智慧，以断烦恼；修炼精气神要归元，以避轮回而顿必至佛果。这十二因缘呢、啊？十二因缘是众生生死轮回的次第呢，乃由此缘而起，依照什么无明？无明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有种种的烦恼叫无明。第二个是什么行？依此烦恼中而作善恶，自当其果报。第三个是依过去的业呢而受现在的报，投胎之一念。第四个迷色，投胎之中呢，他知道心生渐渐花语，成为有心有色相的意思。第五个叫六处，在胎中就有六根，眼耳鼻舌意识就具足了，眼耳鼻舌身意具足，将要出胎。六个处到出胎到两岁到三岁的时候呢，对吧？乃能，但不知事物的苦臭相，苦乐相臭，只要触物入口就要吃了。第七就受。到了六七岁的时候，已经事物的真假，还要苦乐相凑，就感到爱欲了。第八就会爱，
十岁到十五岁七年级，男人阳金足，女人的月可以行，儿子生种种的强盛的爱意，儿染情感的。第九曲，成人之后呢，气血鉴定呢、啊，虽然不多欲以色欲，但争权夺利的欲越来越强，及贪求所欲啊，而榨取七面都来了。第十有，就是依你贪求妄取，求不得苦而生烦恼，将所做的善恶来定当来。来世的果报。第十一就是生，由现在所造业定于来世的贫贱富贵，穷于夭寿，或要的是寿生。第十二叫老死，来世所受的果报亦得高寿，或不艰苦，或寿不高，或夭不折，乃定苦乐老死之位，只为十二因缘也。那第五个叫菩萨乘，广修六度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，而证最上的佛果。虽然有这个差别正别，但是总要修练及修功，方能证此正位。若无功无果，九品涅槃不容易做也。那我们欲要进入足迹的人，需要从前练心性之法要很纯熟，没有妄动于情境。做到变化之境了、啊，没有害怕，就可以逐机了。逐机之法在经中用一点争议判决判定啊，看自己的心性。念到今日已得到纯然之地佛地部佛，须报定冲天之事，死活不管，明白心性一离，是自己现在已进入逐机的阶段，凡心定要死掉。所以大家办，如果要进入，你凡心一定要死掉，性情方得纯正。切不可行至中途受到财力美色心在妄动，像阿兵也是一样啊。你们要修的话就要注意啊，你们这个明年要闭关的要不能再受到财力美色心在妄动，或受的刺激魔考而有一句道心的自念，如此之时乃心性无主，所以难免会有杂想心，如此恶疾跟魔病就会上升，亦不止染病受苦啊，也连累你大道之不成，反堕六道沦为之苦矣。所以初步练心性的功夫，定要做到观景而能忘形，如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心意注意啊，在于玄关跟丹田的中间，玄关在这啊，丹田在这里啊，注意这个。此功夫啊，亦要怎样能由练进。由练静练坐而得，所以初步之练静坐总不分任何的场所，闹处也可以坐，静是更宜妙。心若能静啊，亦无散乱，能在闹动求静者是最上的功夫啊。若以上所说乃是初步之自由练法，若已到的足迹之日也最有不同的地方。那什么叫足迹呢？乃是无中要练成有，都必选择适当的场所以立足迹，在此炼丹有着落稳当之地点也。为何要足迹，有要如此重视呢？因为大道之成功失败乃在此足迹的第一节，所以进入足迹需要谨严禁几项。第一个，严怎样？不观杂色，而不听杂音，身如枯木，不乱行动，心意要所必，不生杂念，亦不随便接近人，口言亦要减少，男女不混杂，这为叫闭关。所以我说要闭关一百零八天，听得到吗？那你不闭关一百零八天，你怎么去足迹？所以足迹要闭关一百零八天哈。所以这个明年的话，就是立宾啊，跟那个蔡老板都要准备要闭关的哈。那为何，我们这个人都就是进入足迹哈，这个到这里哈，不生杂念，不随便接近女色嘛哈。好，那这个食欲跟睡欲呢也要禁止的，因为要吃的少，因为你去闭关的话只能吃 一顿，要吃少的、啊、睡觉也要睡少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闭关睡只要两个小时，顶多三个小时，睡就要制止。因为此足迹者就好像你要建筑家屋，足地基的相同，若地基之水泥没有干，你在地面没有很实的话，你马上要叠这个梁上去的话，一定这个梁会倒落下来，就建不成家屋。所以足趾到肌若未练到，温养之气一升就升到头部来。像师母这次闭关一百零八天，他说他气可以升到上身来，全身如燃如火如炽的。他说我这一坐都会上升到上面，那就代表足迹稍微可以了。那师母还没有练到九转啊，他就说我这个我可以升到头啊，那就对了哈。所以未练到软温暖之气上升，全身如火如之热，不论寒天跟暑假，汗都会流得满衣服的话，又精血未闭者，也未得到足迹。如果你精血没有闭掉，
你也没有得到足迹的基点的功夫，那这个足迹证明乃成功失败进退的根据。那精血未必，就是女孩子如果还有月性，代表你的打坐功夫没够到家。所以你女孩子的月性练到坐坐坐到练性，月性没有了，你就是基点功夫，这可以闭关了。那男孩子的话也是一样，筋也要练到筋啊，看到女色都不起动乱的，那就可以练到足迹的功夫了。好，这是进退的工具。静坐之人在普陀山上要心意抱定自成，眼入一线之光，手悬观统一六神，所以灭除杂念。因为我们手悬观的话，眼耳鼻舌都听悬观的话，所以统一六神哈，不可埋头仰面，也不可以埋头。埋头的话，就是我们这个埋头这样，这样不行哈，埋头这个不会开哈。那这个任督脉就不会开了哈，不可昏沉太重。仰面的话，这个督脉啊也不会关，对，也不会关。这边跟这个都要做得好好的哈，所以就不能埋头跟这个仰面哈。仰面的督脉也不通了，所以女尾就不开了。那故要端身正坐，令上下相通，直午相对，方可调匀气息，一呼一吸，缓而长，成一浊，而玄关丹田自然一气。身中无半点的杂念，此时伸出两脚，双手搭膝，轻放在腿上，此叫做两手按太极直环冥用。须知伸脚是要怎样？伸这个脚是为了怎么样？女尾关闭下来，因为你要上这个脉的时候要靠什么？女尾关要先闭，女尾不闭，这个气不会从这个督脉上来。你懂吗？所以为什么他要放在这个两脚下伸直，不用打坐的？因为筋道会自闭，而肾中就叫做什么丹田，也叫做海底，所积的至筋也叫做前筋，就不会逃遁了，都不会跑掉了。那你两手搭膝，则身要正，自然恶鬼所出的穴道，恶鬼就是所指，就是精血，就永远被你闭塞，那叫做闭地户，断生死门。断死门了，好，必定入断死门之后，然后再用先天虚无的火，乃是我们的真意，我们会用运用真意。这个火呢，有时候你会用，有时候无形先会教你。同时甘露下降，欲经降下丹田，心力起手丹田，一心无乱。这个时候玄关都不用手了，一丝不挂，杂念全消。手至虚极尽堵的时候，无人无我的时候，正气会呼自己呼发，丹田温暖就烧起来，就修炼的自然工程，精血自然被你化掉了。如果精血被你化掉的话，你就足迹成功了。如果说有男孩子还有梦遗就是没有练成功，女孩子如果还有月性来，就是没有成功。你足迹没成功，怎么练九转？你基本没有过关，你说老师我要练九转，他说你基本没关，你怎么练九转？好，再看下面的哈。因我们人的这个背脊中有大肾，有根的管带，叫什么？叫做驼月。这个驼月是接在肾脉的旁边，有男女交媾的时候，男子的真精就从这个驼月而出去，女子自保也由这个驼月而飞。所以我们的精血都要生孩子啊，是靠这个有根管带叫驼月。这个管带看起来跟你的那个什么性的那个器官差不多，除了它进掉一个是尿的，一个是精的。但是那个我们来讲，在修炼那个管道叫头月，好，那男女交媾的时候，男子真精就是头月而出，女子自白也是头月而出，二五泥劫就成为长就生，二五泥劫就生为孩子了，长为胞胎了。所以世人不知道出去收归真精，久而久之啊，真精自白就泄露完了，就做着干枯体干咳啊，死期之宜。经修行的人呢、又要逆行之术。断塞管窍，不使真精自保飞走，就是足迹也。所以，我们足迹的人，就使你的真精自保不会怎样，不会飞走。到了男子十六岁满的时候呢，你阳精自了。到这个时期呀、男子十六岁这时期呀、如果没有修炼的话，都开始着落了。因为男子都开始会怎样，会手淫。好，夏天来热热的时候，看到黄色就会手淫。啊，当然没有这样，他就不行。那这个就是很正常，因为这个时候你阳精满的时候，他自己会着落的。有女子十四岁的时候天癸行，那时候月性就会来了。但是你若知道修炼之后，就说如果这时候提早修炼，就叫做坐断血河。
如此足迹功成的话，男子就没有怎样疑梦怎样梦疑跟泄精漏精之患，女子就没有什么经月经月行之理啊。你如果能够把这个都断掉的话呢，就男子叫做断白虎，女子叫斩赤龙，由此可以延年又可以长生，而为什么为仙为佛，观人观世人之中，只是饮食可以维持生命，不知道呼吸比饮食啊更加重要。那人若断食啊，可以七天不死掉啦，但是鼻塞一口鼻断的呼吸，恐怕不到半个小时就要死掉了。所以普通学玄功的人，只知道饮食重要啊，全不知呼吸重要的原因。我们前面张张都说过，也有说过，教你们想要做功的人啊，呼吸的一呼一吸定要深而且长，用腹部调息而成，一左一左的调。好，老师来一个腹部调，要深跟上下，我调一呼一呼吸掉。我这样子的一呼吸而已，一呼就呼到玄关，一吸就吸到丹田，要久，越久越好，就代表你功夫越好，知道吗？呼吸是不能很急速，那怎么修炼啊？长期就会长生哈。所以呼吸这一着的话，要这个很重要哈。所以其实人的生命本源，下手功夫由呼吸入门，却呼吸却不可以短而浅啊。若短浅者，身体怎样就不能健康跟爽快啦。所以亦不能达到循环的优良，也不能延年益寿，错。故静坐的呼吸为之调息。学者应该知道，呼吸丝毫不可以用力哦，使你鼻息出入极轻极微，渐渐伸长，那使肺中啊，还有腹部的浊气尽量能外散。所以静坐的功夫到年深月久，呼吸很深很细，一出一入啊，自己有时候不觉不知啊。可比没有呼吸一样，落定到这个境界啊，可谓调息的极功了。若呼吸不调和啊，心就不能成为真静，心命亦不得延长。呼吸若能吸透天地之根，即玄关透丹田啊，这就是足迹功已成。若足迹功成了之后，你修仙佛之道就已经慢慢不远了。好，好，我们再看调息之法。调息之法决定用腹部的凹凸。不能用鼻子的，如果说真的会练的话，你看调息，这个已经有凹凸的，不是靠这个来的，那靠这个来就是后天的，靠这个叫靠这个叫归息，所以腹部的凹凸才标准的哈。好，调息之法就用腹部的凹凸。虽然敏用鼻的呼吸也可以得到自然，顺着腹部的凹凸而呼吸，若不是用腹部调息的人，不但性命不长哦，也很难得健康，故都有会患什么肺病的经验。好，何也？因为五脏六腑就是肺脏最软弱，所以因为肺脏极不易长大，所以若用肺脏来呼吸的话，你肺脏十大起来的时候呢，是肺、女尾跟胸骨会相争，就会产生肺痨病。如果用腹部来调息的话，由新陈代谢啊，吸新鲜的空气，换出腹部的睡气，不止腹部会不会轻松啊，也可以帮助消化食物的急功。所以出足迹的人若用口中的精益卫生，感觉口渴的话，因为我们般呼吸的话，就又下面有啪咚会那个口渴下来。舌顶上颚的时候，那个口水叫唾液，这个唾液叫甘露水会下降。好，如果你口中精益卫生的话，有口渴，体内的火性之时啊，可以用后天水来喝。好，那清水有那清水滚水之后呢，来多喝一下，使身中的邪杂之火能散掉。好，如果你修到先天的真水出来了，我跟你讲，如果你修到这个时候，你那个哈，咚咚咚，有那个现象的举手。打坐的话有咚咚咚，水一直下降，
好像吞不完的，有没有？哦，师母有吞不完的，你有哈，哦，吞不完的。如果说你打坐的话，够的话，那个哈，好，口水一直在吞，那吞起来就是啥，就是你的真血出来了。好，真血出来的那个吞起来就像蜜，像甘甜甘甜的哈，一斤如蜜的甘甜，又吞不完的时候，口水不会口渴的。这时候叫免用后庭水。故菩萨有甘露水，能救活群生，一名大悲咒水，又叫心灵真水。若能饮这个水，自得长生。所以学到人的甘玉玉经甘露啊，哦。那我们看这个足迹的功夫，看到他这个腿哦要伸直，所以你到时候你就这样，做多久？差不多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，每天这样做。所以你们在工厂就先练这个功夫。练这个足迹练到够的时候，我就说啊，看到变化不要理它，啊，这个经穴会比较关闭，然后气会自己会，当有一个热到头部来的时候，就代表你已经练得很好了，呼吸慢慢用腹部来练，啊，刚会热已经足迹，也就代表你足迹慢慢成功了。那如果断了这个没有梦遗啊，哈，或者就代表你已经功夫到了，所以这个一定要做的，你灵动不是重点，这个是重，因为这是炼丹道的基础。好，我们今天上课到这里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男子杯。